笑，滔滔铁公潮，四海英雄聚金刚，滔天笑，八戒斩红高，狼杀淘金入白象。整整七十年，他把中华人民奴役，还让这片土地变得满目疮痍。全世界投毒制造各种生化武器，我去，他答应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三代爆料，携手占有新天道，震惊我中华同胞，兴起了灭共浪潮。壮志冲云霄，看那国旗飘飘，灭掉邪灵恶党，神州阳光普照。所以每天都有一点也不嫌多，以美灭共，以共灭国，还得靠我们战友们行动。天佑我中华儿女，贡献联邦新中国，黑夜献祖国，照亮东方的眼，捉破共匪的火焰，我准备了三十余年，越过了死亡幽谷，踏上了灭共之路，纵有太多雄剑，我出发只能虚度。请问想出现在天文广场上，外形特奇特啊！有人说呢，像四分之一块披萨，它采取了飞翼形式的布局，而且采取了火箭发动机，在空中呢有双二的美称，第一呢是20000米的升限，第二是2马赫，说明呢今后在周边进行大范围高速的侦察，它有非常独特的功能。到目前为止，全世界这种无人机是唯一的。美国虽然也开发了很多这种隐身无人机，但是离高速啊距离特别远，所以美国目前呢在隐身方面往前冲了一步。但是中国同样在无人机方面向前走了两步，一步呢是隐身，另外一步是高速。
全球范围内把两个点结合到一起的国家，到现在就是中国一家，而且就在中国航展，包括在国庆运飞中进行了公开展示，所以中国自信啊、中国精神、中国创新，通过这架无人机得到了很好的实现。那这架无人机今后的使用场景非常复杂，而且呢，在各种作战任务行动中也能发挥重要作用。我记得国庆运飞的时候把它叫临近空间飞行器，也就是说，它的飞行高度超过了一般的无人机，超过了一般的航空器。通过它的大范围侦察行动，可以清晰地定位航母在哪儿，重要目标藏在什么地方。这样通过天上看一眼，精确定位之后，就可以为其他的像歼20的出击，另外还有远程导弹的打击提供非常好的靶标。而且它在侦察过程中，对方的防空反导体系没有太好的办法，要么你看不到，要不拦不着，所以特别着急。那这款无人机呢，对于撕破对方的防空预警体系有重要作用。如果按照我们的设想，它既可以携带多模态的侦察系统对目标进行侦察，还可以携带战斗部啊，通过像整体战斗部、像这个电磁脉冲战斗部，还有其他的字母战斗部，对对方的机场目标，包括航空母舰进行攻击。这样它所形成的能力叫察打一体啊，而且是比美国那个察打一体要高端。你看美国的什么捕食者啊，什么黑死神啊，亚音速啊，小炸弹，我们呢是这个超音速隐身，而且呢用这个超强的动能战斗部，再加上这个爆炸战斗部，对目标构成双重杀伤效果。所以这架无人机以真身的形式在珠海现身，说明自信、公开、透明几乎成了中国航展的主要符号。全球的战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福福来了。这一期我们仍然是接着上一期把五真八给讲，你看到前面央视那个人讲的口沫横飞是吧，今天我们就来打一打脸，扒一扒皮，就是你到底有多厉害。就这个世界上是吧，最怕的就是认真两个字，你认真去查，认真去找，你就会发现你就在吹牛，让你不是说双二嘛是吧，说这个像四分之一披萨的这个五真八双二是吧，我就让你看看你到底有多二。就我们只要认真找就能发现，对，最牛还得是中共专家，就是没有办法比他们牛，真的就是那张嘴真是太可怕了。那在这儿之前经过了一个周末，先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这是郭美的在盖特上的这个盖特号，然后他告诉战友们是吧，郭先生一切都安好，大家放心，乌云很多但总会晴天的，那各位战友是吧，照顾好自己，然后也非常感谢陪伴，就是战友们一直都在，我们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事情比你坚持去行动要更有力呢？那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去 follow， 然后也可以去做很多我们继续做爆料革命该做的事情，这样就可以了。说感谢台前幕后的战友们传播真相，对，就是说他这个五真八说的这么厉害，说的这么好听，就让人好到有点怀疑，你知道吧，就好事儿太好了也让人不容易相信。那除了这件事情以外，今天是吧还有一个事儿是让人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就是美国的病毒是吧调查的这个委员会给中国大使秦刚是吧写了一封信啊，给这个外交部长写了一封信，那信里面主要是啥呢，就主要要求五个科学家是吧，我要求跟他们来，你把他们拿就人出来嘛是吧，因为这个他们的参赞呢，这个参赞叫李翔，李翔这个人大家熟吧，记得蔡英文那个纽约安排给200发80这件事情是吧，那个就是李翔安排的，这次又是参赞李翔说的，说是吧我主要是来告诉你们是吧，我们对于你们来对这个新冠病毒的调查是吧，我们有严就是非常严重的关切，尤其在下周二，那不就是明天吗是吧，我们坚决反对，而且呢这种事情是吧，你们对于新冠病毒的这种干扰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而且就是说也这个不能够就是对很多事情是吧，你们这件事情就纯粹是污蔑，然后人家还说嘛，就是人家这个
美国的这个委员会里面的人说嘛，说新冠病毒追源，你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科学问题。那好了，那我现在来叫你们这个五个科学家，武汉病毒所或者跟新冠病毒有关的人，那来进行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来这个 interview， 所谓的 interview 就是他不是面试啊，他就说我们来进行一个对话，或者是一个这个面对面的来问一些问题，而且这个东西要被录音下来，就是能够被转录的，有录音有录像的。那现在开始，那他说我这五个人是吧，这五个人是要想要跟你要谈话的，你不都科学家吗？我们这儿也出科学家，你们那儿出科学家，来证明一下这五个人都有谁呢。大家一看，基本上已经国内宣传一波了，高福、石正丽、胡奔、陈薇、黄艳玲，而且人家说还是活着的，黄艳玲就最开始那个病毒出现的那个人。怎么样，病毒这件事情也开始出来了，这就是中共自己往死里捉。不清楚现在这个习翠翠刚一起床看到这个消息会不会一口老血喷出来。对对，李翔，对，他确实他就叫李翔，就是这个翔，就是这个中国人起名字，就是你从这个中国人他自己是吧，就自己作，作完了以后然后他自己就收拾不了，这种人就是这个战狼。在这件事情上，就是这个大家知道，就是这件事情就简直是把中共战狼的这个风格，大家看一下，就中国驻法大使，他是非常有名的，就是能够排前五的战狼大使，看见没？现在的大使要将被人那个给驱逐了。现在的话，就是因为他讲这个克里米亚嘛，他讲这个克里米亚是否归属乌克兰的问题，那他当时就否认了，就说那这个是吧，这个克里米亚一开始就是俄罗斯的，他自己说的。然后到苏联时期，赫鲁晓夫把克里米亚送给了乌克兰。如果依照国际法，前苏联国家并没有有效地位。那然后就说，一直没有一项真正的国际协议能把这些前苏联国家的主权地位具体化。这一下捅了马蜂窝。你想，前苏联国家多少个加盟共和国？那些共和国现在都独立了，你一句话没有国际法，那这些共和国都没有独立的身份了。所以当时就是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人家就要求你中国政府给澄清这件事情。然后接着法国的议员是吧，你知道马克龙前一阵子不刚过去舔席吗，回来了想营造一个轻松的立场，但是没有成功。那个是吧，你那个法国当时的外交部长他们就要求说，你们是不是这件事情不能这样做就完事儿，必须要这个宣布卢沙野是不受欢迎的人。这句话外交词汇翻译成正经话就是把他给驱逐。那现在的话，80多名欧洲议员要求驱逐，这个事情越闹越大，因为他这个人是非常的强悍的，就是在这种外交上非常强悍，不光是强悍，而且就是特别不要脸，讲话特别无耻，就是说各种，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他的各种言论，就是现在就是这样。就中共国也好，还是说不管在病毒上也好，还是在外交领域上也好，一直耍流氓，一直欺骗，一直在这冲老大，这就是当老大的后果。那还有一群人就是一直想着这件事情，我之所以想跟大家说，就是因为啊，最近啊，就我有一个朋友，他关系也非常好，人也非常好，但他不是爆料革命战友。他就问我，他说你跟我讲这个俄乌战争跟我有啥关系，那都是非常遥远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然后我说，俄乌战争跟你没有关系是吧，那我跟你说说，你知不知道这个全世界这个粮食涨价这件事情是跟俄乌战争有没有关系？他说有关系。我说那粮食涨价，美国涨不涨价？他说涨价。我说那有没有，你买面包的时候涨不涨价？他说涨价。我说那俄乌战争跟你没有关系啊。我说除了这一点以外，你知不知道美国的军费提高了？美国的军费，这些所有的军费，这都是大家交税的钱。这些军费原本可以用于教育、福利、科研，用于很多方面。军费增加了，别的就减少了。
你该享受到的福利并没有减少。我说而且这个有统计表明，每一个家庭按不同的区域至少为俄乌战争整个这场战争支付多支付的费用要从数百到数千美元，在欧洲支付的更多。我说你说他跟老百姓没有关系吗？我说同时你觉得这个经济仗继续打下去，经济不好，经济不好，没有各种的科技创新，大家都人心惶惶，工作会好找吗？会不会影响到普通人？每一场战争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就是说这件事情就是不是，就是你仔细的去分析这件事情，每一件事情都跟所有的人有关系。所以中共在国际上如此作恶，中共有多少外国人能把中共跟中国人分开？那这种傻叉大使，他代表的就是中国人的形象啊。那别人是怎么来看你的？你在国外的生活是会受到影响的。对，来福福说，前几年摆谱摆惯了，忘了现在共产党在世界上的地位了。对，三明治说，中国驻法大使馆说了，这属于个人言论，不要过度解读。卢大使应该是临时工吧，合同工。哎，这还真不是这样。这个毛宁，大家都知道，毛宁讲话那还是很非常的这个粪口一致的，就是他们就是那个已经出来站队了，说中国啊，他是支持前苏联这个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地位的，有本事你别纠正，有本事你就继续的按照卢大使的说呀，对吧？所以说现在你看到这个时候了，一个大使代表一个国家，这个时候说个人言论了，不要过度解读。你看不要过度解读这件事情怎么这么好。然后还有一些人就是之前是吧，包括到现在有一些人总觉得中共太强大，个人力量太小，我们永远是鸡蛋，我们打不过石头，算了，我还是就是默默的在国内是吧，替中共唱唱赞歌干干啥。那好，来吧，看光明日报，这可是中共党报，中共的几大报啊，第一人民日报，第二这就是光明日报了。那光明日报是吧，它的编辑董玉玉啊，这个人听着也郁闷。董玉玉他是去年的二月份跟一个日本外交官在这个一块吃饭的时候就被中共逮捕了，然后日方就强烈抗议，然后这个外交官总算剥离了，然后他被压了一年多，最近三月份要被起诉。是什么罪呢？是间谍罪。为什么说他是间谍罪呢？他在这个上边是吧，发表一些自由派观点。这个之前啊，就是加乐他们曾经做过一期节目是吧，叫怼新闻，里边讲行走的50万，就是说现在国内人人抓间谍，以后你再说自由言论你就是间谍，你要是再有这个海外是吧留学经历或者其他的，说你是间谍你肯定跑不了。所以说人人是间谍，中共的知识分子是吧，既然是共产党的帮凶，那你看一看帮凶的下场是什么？他还是这个评论部的副主任呢，照样。就是说没有，当这个中共没有把铁拳挥下来的时候，很多人以为自己是人上人，以为自己是赵家人，说穿了你不过是韭菜，你也就是个代价，这些人代价出来了吧。所以你替中共唱赞歌对你有什么好处？就是如果那些不管是军队的也好，还是老百姓也好，还是知识分子也好，还是你以为你千万不要自己以为，没有你以为，只有习以为。对，就是这个人数是怎么回事？这个人数是非常可怕的啊。那我们就把这些新闻给大家讲一讲，然后我们来做这个来开始打脸中共是吧，总得给大家来点开胃小菜，来打脸中共。你看中共的新闻它有多能造假，对于我们今天分析五真八是非常关键的。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新闻，就是说这个辽宁舰它的启动，这是一个新的新闻，就是说辽宁舰的这个启动它需要花48小时。你想想，哎，中美宣战了，一宣战辽宁舰花2天才能启动。这件事情这篇文章已经在网上消了。要说的观点是什么呢？是说这个4月21号，就是他被中共撒谎被抓包是什么呢？他说辽宁舰赴西太平洋
展开这个实战训练，是吧？然后期间外军舰机持续这个抵近侦察和跟踪，是吧？他4月21号，但是呢你看他3月7号是说的，说辽宁舰返厂维修，才入役10年，舰体就锈迹斑斑，中间经历了什么，经历了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确切的知道3月7号辽宁舰返厂维修。返厂维修这么大一个航母，维修多久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可以从以前的东西来推测嘛。19年你看辽宁舰维修一般要8个月，我们就说时代进步了，这4年你提高了4倍，你也得2月吧，你3月7号去维修，那你也得5月7号出来吧，没出来你4月21号你去海上演习了，实战化演习是不是有点不要脸，就撒谎是不是太过分了呀？所以说就这件事情的话，就被这个不光这件事情最开始是被这个香港的军事评论员说的，然后在军迷里面大家也都这个纷纷炸了锅，说因为这个辽宁舰在2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回这个大连的造船厂维护了，那你其实你要升级是数月，数是啥意思，数就是至少大于2，那得5月才出来，这不妥妥的撒谎吗？你看看就一个舰他升级维修他都撒谎，你觉得5真8他不撒谎吗？叫蒸汽机轮启动要烧开水，没办法，对，是这样的。现在这篇文章被删了，所以就大家就从这儿知道答案就行了。对，来福福说锈迹斑斑不代表人家不能开，只能说动力全靠嘴，对，隐身全靠烟，我觉得这个特别对。然后我们就来一点一点来看，就说之前就我们一直就讲，就说历史它是可以重复的，但历史重复的轨迹一定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来看这个1960年的时候，就是这个美国就美苏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恶化的。大家看上面的这个就是 U2， 对吧， U2 高空侦察机，它这个在1960年的5月1号他在这个苏联的这个腹地进行侦察的时候，然后被下面的这个导弹啊，就苏联的 C-75 SA-32 叫萨姆2防空的这个地对空导弹，这个是发射架，下面是导弹，被这个3个导弹给打下来。然后当时就是刚有所缓和的美苏关系就重新恶化了，那美苏的在巴黎举行的最高级别的会议就宣布破裂，然后他们两个国家关于柏林问题的进展也就最后完事儿了，最后就进入冷战，到了31年以后前苏联解体。那中国这个事情是吧，包括五真八这个事情，大家想想就非常相似，就是今年的1月8号到2月4号高空间谍被发现了，美国最后浩浩荡荡飘过8天，美国用2架 F-22 是吧，然后用响尾蛇这么导弹把它给击落了，中美关系是不是也是急剧恶化？然后的话布林肯2次访华也是两国关系要缓和的机会也被取消了，一次是美国取消的，第二次是中方取消的。那在这儿以后刚刚要好是吧，然后又开始出现了这个泄密门，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嘛。再接下来是不是就是逐步脱钩，脱钩完了就是中共要灭亡，所以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而且他们都是这种所谓的高空飞行器嘛，这不就前面专家说的吗？专家不知道高空飞行器被打下来或者怎么样，到底有什么吹牛是吧？这个饭可以随便吃，话真不能随便说。你这个高空飞行器这么厉害，你不知道要导致中共的灭亡吗？这个，然后我们就来看吧，就这么牛的这个飞行器是吧，那它是不是就是自己来创造的，我们一定得把这件事情给搞清楚。就你这么厉害这么牛是吧，美国根本没有是吧，高空隐身高速美国根本没有，那行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款五真八，大家看一看跟D-21像不像，跟D-21极其像。而且这个D-21的话是这个1969年到1971年美国到71年不用的，这个也是人家这个就叫做那个时候就叫做超音速 supersonic，
然后的话侦察无人机，大家看一下形状，它除了比人家更宽一点，它没有别的地方是不像的。后面我再来给大家说为什么这么像。你要像，你得做比较嘛。我们来看比较，这个五针八机长 11.5 米，高 2.2 米，机宽 6.7 米。D21这美国的高空侦察机，它是 13.06 米，比它长，然后呢比它稍微矮点是吧，2.14 米，宽要比它窄一点，它比人宽大概90公分吧。最大的重量 D21是吧，大家也看到了，差不多这个4吨多重，对吧，它的重量可能稍微轻一点，因为现在的材料嘛，这个就是这样的。大家来看，就是说中共吹牛是吧，说自己 3.5 倍音速啊，最高能飞6马赫7马赫，其实一般来说就飞这个3到5倍的音速。那你看人家这个六几年的这个无人机啊，就可以飞 3.3 到 3.5 马赫，那最就是每小时最大的话，那也是3600公里，相当于 3.3 到 3.35 倍音速。你比人家强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几十年过去了，你比人强到哪儿去了？也没有吧。然后我们再来看飞行高度，五针八是3万米，那这个人家的作战高度啊，人家没说最大飞行高度，说作战高度是在2万7到2万9米，那你是3万米，那好像也没差多少米嘛。最大航程这边是5550公里，这个中共这个呢就自己没有报出航程，他自己说超过8000公里。待会儿我们来从它的动力上来分析一下，就是这个五针八如果它操作到底是怎么在空间是吧放飞的，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五针八的动力，不是两台液体火箭发动机吗？你看一看 D21， 人家刚开始就是防空导弹用的 RJ43-MA-11 冲压喷气发动机，而且备有这个点火的特种燃料。那助推火箭的话，助推火箭就是长 13.5 米，就是它那个火箭比这个助推火箭比这个无人机还要长。然后它的就是工作时间，助推达到最大速度一共就是87秒，你想就不到一分钟。对，在这个里边的话就是啊，又看不到留言了，这个大家就忍一下。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叫母载机，就是母载机的话，它是西安轰六嘛，模仿的是苏联图十六。那人家美国这边的话，刚开始 M-21， 但后面因为发生了很多次这个其他的事故，后面就用 B-52 来开始来做这个母载机。这个五针八说是战场侦察目标毁伤评估，人家第二十一目标就是用来侦察的嘛。间谍侦察机，那五针八是2019年是吧开始出现，2021年列装。人家这个第二十一是1964年12月22号首飞，1969年列装，也就是开始在这个军中开始服役，1971年退役用的，而且这个实飞也是有的，实验也是有的，当时主要用于这个 CIA 跟这个美国的空军来用这件事情。那你这么一看的话，好像好像五针八还是有这个先进的地方是吧。那我们就接着就来看一下是吧，就是说他们就是这是从这个各种动力各种性能上来比，你看这个五针八比这个第二十一比这个64年，那就差不多将近前40年以前的东西，它没有先进到哪儿去啊。最关键的是我们来看这个第二十一跟这个就是它的母载机叫 M-21，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组合，这个我们就可以推测五针八在空中到底是怎么来操作的。大家看这个左边的这个图，就是 M-21 是吧，上面携带的有一个小飞机，那个就是这个 D-21 嘛。然后这个就是背面看，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就是这是这个上面的是那个 D21， 下面的话是 M21， 是不是也有两个的这种排气的护罩，就跟那个五针八特别像，而且这个有的。
然后呢，第二十一在当时，在四十年前啊，应该是五十年前，它携带的是一台高分辨率的摄像机，而且它跟五珍八不一样的就是，它之前因为这个芯片还有很多技术不行，它要预先设定一个路径飞行，然后把这个摄影机模块释放到空中拍照，经过一定时间以后，拍完了以后，它要进行回收，回收完了以后，这个第二十一是自我毁灭的，就是你根本不会留下任何的东西，就它是一开始建，就是它这个燃料用完自己就掉下来毁灭，这是这个。那五珍八的话，现在提高的是啥？它有 SAR 是吧？就是合成孔径雷达。我们知道它晚上啊是吧，有雪呀，有土啊，有其他的各种东西，它都可以这个观测到下面的物体。所以说它对于航母的这种监测，为什么那个前面专家视频吹牛说啊我可以看到航母，他确实可以看得很清楚啊。而且他还有这个人家第二十一是吧，美国第二十一他有一个高分辨率的这个摄像机，他现在嘛技术先进了，他就有一个电子光学传感器，他有非常高清的图像坐标还有地图可以实时的传回去，就他可以实时传，第二十一做不到，那毕竟几十年前的技术嘛。再有一个第二十一它自我毁灭这一点被中共也给利用了，就是说如果有必要的话，五珍八可以升级为自杀无人机。我们都以前讲无人机的时候给大家讲过，自杀无人机它就是有去无回的，就像那个伊朗的那个撒黑的是吧，这个169它在这个乌克兰一样，它就嗡嗡嗡飞过去然后在那爆炸。它这个也是啊，它就是说如果它将来可以升级的话，那可以把它改装成这个自杀无人机，来摧毁这个战斗机或者军舰甚至是航母。这就是说所谓的五珍八可以打航母，那也是有去无回嘛，同归于尽嘛。那哪像这个上一次那个专家不说还是什么可以快速落地，快速什么加油载弹又快速升空，哪有这一个。就是说你从这个技术对比上你就可以发现，它现在目前在两年内能够做到的就是大家同归于尽，也就到这儿，根本没有它这个吹牛的那一点。那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五珍八我们因为不了解嘛，就这么牛叉的这个是吧，这个无人机那它到底是咋工作的。那我们接着就来看一下，就是说大家可以看这是 B52 这个大的，下面它装了两架，大家看装了两个D21对吧。那你现在的轰六的话你也就勉强装两个嘛，但你能升高到什么程度我们是不知道的。然后大家看啊，这个下边这个图上边的话是D21，下边的话是这个火箭的这个助推火箭的长度，它是 13.5 米，下边的助推火箭比这个D21要长。这是正在发射的时候，你看中共出了这么多视频，你有拍到一张五珍八能够发射的那个真正的图片？它都是模拟的，它没有。这个右边的这个图它就是这个 B52 是吧，携带的一个这个 D21B 这个人家的这个轰炸，就是这个无人机。那我们再来想象一下五珍八它到底，我们前面不也讲吗，它需要有一个母载机把它到一定高度然后把它释放然后做这个东西。那我们现在从这个 D21B 就是它的一款型号，我们就可以推测出它大体上是怎么运行的。你看人家这个 B52 这个携带这个，它飞到高空是这个8000米，然后它就把这个 D21从它这个把它投下来，投下来以后呢，那它有个自动程序 D21B 的自动程序就启动了。它这个投下以后大概到1到3秒，它助推火箭就点火，那速度在10秒以后就可以达到3.2马赫，达到以后，然后它的这个冲压发动机点火，然后它的这个什么就是飞行自动控制系统、惯性导航系统还有航行系统以及其他系统按顺序启动。你看就是
第二十一，它的这种系统到现在它可能可以这个差不多同时启动了，这是五针八的一个效果。那一旦这个第二十一在它的这个发动机点火以后升空到了24000或者更高的高度，它的速度就提高了，就变成了3.4马赫。那到达了巡航高度以后呢，它就把这个火箭的这个助推火箭给它跑给它扔掉了，然后它就由这个冲压发动机的推动呢保持平飞，然后可以用发动机的这个喷油量来调节推力。那我们就可以想象，从这些描述里面我们就知道，那五针八的工作也是一样的，也是由轰六把它带到一定高度，它说是带到9000米嘛，然后那也是投下五针八，然后各种程序启动，然后这个它的火箭燃料着火把它达到高度，然后就让它巡飞就完了嘛。只不过是它不是预设轨迹，它现在的这个芯片可以给它提供变速轨迹，很快呀。而且就是说这个第二十一的话，它是可以这个有这个预定的航速高度还有这个马赫数，就速度都是一样的。然后到达了这个目标地区以后，人家照相机开始工作，然后到了一定时间这个照相机就关机，然后这个照相机关机以后它会返航到了一定的这个预定空域，然后这个相机跟胶卷就投下来，然后这个第二十一自毁，是这么个过程。那中共的唯一不同的就是他用这个 SAR 跟这个光学的这个照相机完事儿以后是吧，他回去自己降落然后回去，对吧，他不自己不自毁嘛，因为他有那个轮子嘛，他是可以反复的来这个下降的，这就是基本的工作过程。那我们也都就可以，我们也就可以了解这个五针八的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工作的过程。那整个的工作过程以后呢，那我们就得想说这个第二十一为什么跟五针八长得这么像呢，它这种长得像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那我们就得来看一下为啥中共就脑子突然间就清醒了，一下子就设计出五针八来，对吧，它怎么没有别的事情呢？那这个就是说这个第二十一 B 它一共这个执行过4次作战任务，基本上它的代号就叫做高级碗，基本上就是从1969年到1971年都是在中共国上空，主要执行什么任务呢，就是监视罗布泊核实验场。所以这些事情是不是验证了郭先生说的，就以前美国的这个飞机到中国去，中国连个毛都没发现过，就是在那儿之前是确实是这样的。这个中国政府他从来没有报告过说发现过第二十一 B 就是这个飞行的这个痕迹，他从来没有报告过。为啥不拍个视频，谁来拍个视频，说中共嘛，他肯定不，他就等着嘛。那第一他这个4次作战任务，第一次这个五针八由于在飞行的过程，不是五针八是第二十一啊，他在飞行的过程中出了故障，然后坠毁在苏联了，苏联也什么也没有拿到嘛。然后第二次的话就是70年12月16号，然后这个第二十一 B 到达了罗布泊而且返回，但是他的舱门出现了这个降落伞故障，然后呢这个出现了故障，最后就一块儿这个掉到海上，最后这个照片跟这个整个的舱门还有这个五针八这个第二十一 B 就一块儿在大海里面沉到海底，谁也没捞着，所以这件事情中共也没有得到。那第三次任务就是1971年了，那个时候呢就是第二十一 B 它飞到罗布泊又返回了，然后舱门也没出问题，降落伞也打开了，但是它在空中就是那个相机回收就失败了，然后舱门就落到了水里边，然后美国就派驱逐舰去来去收，结果呢驱逐舰把舱门给撞倒了，然后五针八撞沉又沉到海里了。这是第二架沉到海里的，这个不是五针八，第二十一。第四次的话也没有成功，就1971年3月20号在云南上空最后一段航线上失联，残骸被当地政府发现。大家看啊，1971年中国拿到了这个第二十一 B 的这个坠毁的机，
而且里边很多，但是由于技术没有嘛，所以它就一直在那保存着，一直到2010年在中国航空博物馆废品收购站里待了很多年以后，然后这个五珍八的残骸，大家看这个黑色的被移到了这个展览区。大家要知道中国的无人机快速发展是从什么时候，是从2010年。为什么是从2010年？因为2009年有一个记者叫苏斌，他偷了这个美国的各种飞无人机是吧，还有这个 F-16 战斗机，还有运输机，他从加拿大那边偷回到中国，后来他被判刑。那然后从那以后，结果2010年，你看中国人把这个 DB21 是吧，D21B 然后给展出了。就是从2010年开始，中国的无人机技术一直在发展。所以这个中国无人机技术发展，它不是说它自己发展呢，它自己想出来的五珍八系列升级，它完全是照着人家的这个无人机的，只不过在上面加了一个改装。所以说你要说它厉害到别人没有办法，就是说它是雷达，因为它的高度还有它的速度，雷达是很难捕捉的，也很难这个来进行这个用这个导弹啊来进行回击。但是这些技术对于美国人来讲并不是最新的技术，这一点就是那些专家们就都在那吹牛是吧，都在那兴奋。那这是这个D21是吧，这是跟这个五珍八最像的。我们也了解了整个五珍八它的这个整个的我们能在空中想象的，投下去飞点火，然后达到高度是吧，把那个助推火箭抛弃，然后开始巡飞，这个过程我们也了解了，因为中国它没有这个信息嘛。那我们现在就通过D21，我们不就知道这件事情了吗？那我们了解了这个五珍八是吧，既然你这么厉害，那我们得看看你的母载机是什么样的。那大家就来看这个母载机，看这母载机帅吧。这母载机就是西安轰六的，这个上面这四台机，这四个飞机是吧，这个左上角的这个是这个珠海2010年的轰六对吧，然后这个右边右上角的是2014年的。大家看2014年的时候，就是它还在这个尾部，它尾部还有一个这个安装有这个有一对23毫米的这个机炮。你看这个多难看这个造型，你想这个飞机它能携带这个五珍八吗？这肯定不行。到了2015年就好很多了，你看2014、2015年从奥运会以后跟国外是吧偷了很多技术，你看到2015年这个轰六就变了很多嘛，样子变得好看了一些。然后这是到2021年的时候，这个轰六的最新型，大家看到是不是跟国外的战机就越来越像了？就说这个轰六，它在比较起来的时候，它并没有就是它自己吹的那么厉害。对，小梅说没那实力飞，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就从这一点上来说，就是非常的让人觉得，你看轰六母载机就这样，那我们之前把五珍八跟D21B 做过一个性能上的比较，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母载机到底谁更厉害吧。因为你两个，如果说五珍八比这个D21B 它的性能没有高多少，那你的母载机轰六又比人家 B52 又没有高多少，那你的五珍八就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厉害吗？那我们就来看这个轰六跟 B52 的这个作战指数啊。首先你看这个飞机的这个机高是吧就不一样啊，人家的机高是9.58米，这个是45.8米，翼展是吧，你这个轰六34，人家是56.4，机面积你是167平米，人家是370平米，那人家全长是吧是34.8米，这是轰六。那你想这个长宽高都比你高，那就全长不用说了，单从重量上来说，你看这个轰六是吧是这个72000千克，人家上来就是83000， B52 上来就是83000，然后这个最大起飞重量
B52 是轰六的三倍。那最大着重重量挂架是吧，你看他写的是挂架是四个。那人家 B52 我们就不去看挂架。你看因为他挂架有四个，他才能挂四个空对地导弹或者是空对舰导弹嘛。B52我们就不看它有多少挂架，关键是看能带多少东西。它可以带20枚空对地导弹，最多携带7万磅，对吧？7万磅的这个炸弹，然后呢可以携带这个常规炸弹或者核弹，而且还有一门20毫米的 M-61 火神六管机炮，那这不就是全面碾压轰六吗？就假设说美国现在是吧，他在这个短时间内或者是怎么样改进一下一个同样的东西，如果同样用 B52 能够上升到一定程度，那这远远碾压这个轰六啊。那这个它可以携带很多嘛，这是我们自己推，因为我们不是这个军事的专家，但我们自己可以推啊。你从这个导弹武器各方面的话，那你这个母载机明显的轰六跟 B52 差很多。然后再从发动机上来看，发动机上就更逗了。发动机上中共这个机器就没有任何的这个效率。大家看轰六的发动机啊，轰六的话它是两台发动机，它是涡喷八，然后这个瞬间推力我就不说了，最大推力咱就不说。 B52 人家是8个发动机，是惠普 TF33-P-3 是吧，103型涡扇发动机。然后呢人家就是每一个发动机都是17000磅，那17000磅那要比这个千克，那至少是8500千克这样的是吧。在这种情况下，那你想一想，那中共他的这个这不是实力碾压吗？留空时间啊，就是说这个轰六的话是7个小时，对，就是这个B52我们目前不知道，因为也没有查到嘛。但是从航程上面，你不觉得B52要实力碾压这个轰六吗？人家是16000多公里，你才是6000，你是跟人家一零头都不够，人家是6232公里，你才是6000公里，你最大航程连人家一个零头都赶不上，你牛在哪儿？然后起飞距离人就不用说了是吧。然后我们可以看啊，就是说他说的这个就是升高的高度，它是这个13100米，就是一旦开始打仗或者是实战的话9000米。你看这个 B52 它的实用升限直接就是15000米，那就比你的最大升限还高，还能高2000多米。那你想这个轰六这不就是个小矬子吗？然后最大速度这块是最逗的。中共啊自己说我轰六是吧，我最大速度是1014公里每小时。人家这 B52自己老老实实说我是1000公里每小时，差14公里是吧，那这还是差挺多是吧。但是你看马赫上面到底谁在撒谎，你看这个 B52 是0.81马赫，你这个轰六0.75马赫，谁在撒谎？中共在各种数据上都撒谎，五真八到底能什么样？我们再来实力对比一下，这是这个轰六最先进的轰六 M 的这种系列，大家看它携带的这个四个导弹啊，大家再看 B52携带的东西。对，这个加勒因为当过兵，所以他对这个特别了解。他说航程和载弹量最重要。那你说这 B52是不是实力碾压轰六？这几个轰六能赶上啊？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他说的五真八，尽管外媒说这是泄露的军事机密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通过这些数据的比较发现他的五真八也没有他想的那么厉害，因为他毕竟达不到这个六马赫的最大速度。最关键的一点是这个D21B 它能达到3.3到3.5个这个3.5倍的音速，这是人家实测过的，人家一共生产了38架，最后是不用了的。那你中共五真八到现在有几架你知道吗？你不知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没有任何一张就实测出来的图出来，就大家看到的都是模拟图，
那实际的图到底是什么样呢？我们连整个的过程都不知道，那这个到底怎么样呢？然后又搜了一些这个就是所谓的军事的文献啊，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五针八跟这个他现在所谓的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他的话最大的缺点就是说他没有像他想的那么厉害，叫升级是吧，可以带导弹，他没有。他现在以他的动力还有以他的这种设计来讲，他没有装配任何的武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他是一个中小型的可发射或者投放型的这么一个无人机，根本不是前面专家说的察打一体。察打一体的话，它要能打击的话，那它就得自杀，那它就侦察功能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不是专家吹牛吗？它就是一个发射，其实它的功能主要是用来侦察。再有一个就是它动力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它是液体的火箭动力嘛，那它这个火箭的发动机组它就有动力有限。动力有限的话，它就不能像这个人家的那种常识的那种高空的侦察机一样，就在高空上长时间的工作是吧，你想把全球都给就侦察一下怎么样，那是很困难的。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理解五针八为什么说它这个是要这个侦察台湾呀，侦察韩国呀是吧，连日本都没说是吧，它最近的两个嘛。那然后可能东南亚也差不多，印度也行，但是你到这个再远一点呢那就不一定了，因为这个它在高空它的这个持续时间是非常短的，它动力有限，它就很难在特别大的海域上进行长时间的扫描，因为它主要是对这个航母而来的嘛，那航母的航行时间核动力那都好几个月的，那你能好几个月或几天的来进行侦查吗？它动力有限也不可能。所以说就充其量就是说现在五针八即使现在用上了，它也是快进快出，然后迅速侦查然后再返回去，它也是只能做到这一点，它做不到这个长就是那种那个常识的那种侦察机的效果。然后呢它的机体空间也不大，它能携带的这种系统，尽管它有 SAR，它有这个先进的这种光学的这种相机，但是它携带的这种探视感知和电子资源的这种探测系统少，所以说它也没有能力对战区级的空域进行持续监测的能力，就是它的侦察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它现在仍然停留在吹牛的那个水平上，就吹起来特别好听。也不能光说它的缺点是吧，也得说说它优点。它又是可以这个实时的收集到这个地图的数据啊，将来的话对于这个导弹啊这种战争是吧，这个很有帮助。另外的话就是这个五针八它可以和其他的这种无人机是吧，就是各种变种它可以做进行配合，因为它中共有那种这个高端耐力的无人机，就是电力非常好的，跟它配合嘛，那可以进行这个深度和远度的这种侦察能力。然后呢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说因为它在它的这个观测侦察能力相对比较强嘛，它也可以起到这种备用瞄准的能力。所以说这个五针八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这个探测和拦截的这种无敌的能力嘛，就是它的侦察能力很强，它就在未来的打击里边，那它可能成为一个主要的候选者。但是所有的一切都建立于第一，五针八确实能飞上天，就是确实能被轰六带上去发射成功，而且能够这个监测，就是这个路线什么能够成功。第二点就是说它得这个武器升级成功。那现在的话这个中美之间技术脱钩，你没有芯片，那你这个以后你五针八的升级也是成问题的。所以说五针八它被披露出来说这个高超音速的这种无人机，它的实际上的它的功能还有它实际它的原型机，这个美国是了解的，所以美国没有披露出更多的五针八的信息，是因为人家知道你五针八你到底是来自于哪里，
别人是非常清楚这一点的，所以这种专家吹牛的视频也就是给中国人看看，除了中国人我觉得没有人特别相信，就他这个无人机已经像他的那种是吧，又隐身又能够进行战斗，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共他又不肯在这个科研上投入花这么多钱，那他这个五针八像他说的那么厉害，就是一击毙命这种情况，我觉得那还是概率非常低的。那今天对这个加勒说中共好多数据是设计目标，能不能做到另说，对，就是这样的嘛，他们的这个五针八也可能就停留在这个 PPT 跟做好模型这方面，就是说真正的上战场所有东西嘛，你四骡子四马拉出来溜溜，那你溜一溜的时候不就知道了吗？但是我估计五针八一出来一溜就得像辽宁号一样就会出问题，所以他到现在他也不拉出来溜嘛，就这个就是对吧，你这么厉害那就拿出来一下嘛，震慑一下美国嘛，震慑一下敌对国，他没有啊，他到现在也没有任何的东西出来。所以说这个五针八他到底是不是那么厉害，我觉得这一点的话还是要大家还是要持一个问号的。就是说五针八之所以对战友们来讲都不是那么新鲜，是因为有爆料革命，是因为郭先生在这个中共的无人机方面给了大家特别多的这个信息，所以我们对无人机有相对较多的了解。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节目就到这里，那感谢推流的汪汪，感谢这个制作海报的奥顶，感谢素材收集的三口麻衣大树、来福福、文梅、宇宙三明治、传说还有文之，也感谢推广组的山姆，然后也欢迎这个大家来这个订阅我们的这个推特号，让更多的消息被传出去。这个像啊，最近的话我们海报组做了两张关于这个卢沙野的海报，它的这个观看量的话都超过了500多，就证明有人是知道的，中共的作恶是一定要被别人知道的。然后也欢迎大家这个 follow 这个福福来了的推特号，最关键是感谢各位战友，就是说福福来了的 YouTube 的油管号账号现在有137个订阅了，刚开始我记得是有9个订阅，所以真心感谢战友们的订阅，然后也欢迎大家继续订阅，我们只要持续不断的发声，持续不断的这个揭露中共的造假，声音一定会被别人知道。好，祝大家工作就到这儿哦，到这儿我还要打一个这个广告，我们下一期节目就来做这个中共的反卫星能力，这基本上是这个泄密门的不能说最后一期，但应该是倒数几期了，所以欢迎大家到时候来捧场支持，再次感谢大家，谢谢，再见。他们的恐惧是我们的武器，我们的胜利，谢谢啦，兄弟姐妹们，你们健身了吗？行动，行动，行动！中共，你完了 ！Take down the CCP。And see, it's all started, everything's begun, and you are over, 'cause we're taking down the CCP, spread the word all through Hong Kong, we will fight till they're all gone, we rejoice when there's no more, let's take down the CCP, they have our life for too long, we will end what they do wrong, spread the word all through Hong Kong, let's take down the CCP.
stronger. 中共。Let the bullets fly and let's go longer. 你完了。Let the bullets fly and let's go longer. 中共。你完了。干灭中国共产党，这个 CCP 还能让我们远离恐惧 ？Take down CCP. They try to scare the nation with fabrication.Police corruption with crooked assumption. They ran our lives, but no more. We will win. We will take down the CCP. Spread the word all through Hong Kong. We will fight till they're all gone. We rejoice when there's no more. Let's take down the CCP. They have all lied for too long. We will end what they do wrong. Spread the word all through Hong Kong. Let's take down.CCP.